超级汽车。哪来的蜘蛛网？可恶，原来是你。嘿嘿，我想到对付超级汽车的办法了。哈哈，八爪冲冲车诞生了，让我来测试一下你的威力。好紧啊！成功。八爪冲冲车出发。嗨，你的颜色好漂亮，是在哪家汽车美容店做的呀？我也想去试试。哇，你身上的装饰好特别，是在哪家商店买的？要别那么小气嘛，快告诉我吧。发生了什么事？听起来像妮娜的声音。怎么了你呢？有一辆颜色很漂亮、装饰很特别的汽车。妮娜讲重点。哦，他会吐丝，把大家都缠住了。没错，我们需要升级去阻止他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出租车，妮娜。破茧赛车，旋风。超级汽车，出动。冲冲冲，向前冲，引擎轰隆隆。跳跳跳，向上跳，让我找一找。白白的，长长的，大家要小心。黏黏的，亮晶晶，一团一团很危险。他在这儿，快追！这有两条路，我们分头行动。弹弹车轮，追呀追呀，目标目标在前方。一张大网挡住了，向上跳一跳，轻松快轮到。在前方，长长的线乱糟糟，向左再向右，轻松躲躲开。可恶，砍招！哈哈，打中了！别高兴太早，反击时间到。长长的线绕呀绕呀，我们一起转圈圈，紧紧包围别想跑，咕噜咕噜噜，不要再出现。不好，八爪冲冲车又出现了。嘿，旋风，妮娜。曼多多，你为什么打扮成这样？这可是现在最流行的打扮哦，你们看。啊，我也要变成这样。大家的喜好可真奇怪。从天而降，这么晚了，是谁需要帮助？一定很紧急，我们快看看。
开心湖，幸好对准那个呼救的皮皮。是。这个噩梦好可怕呀！救救我！我知道了，皮皮被困在自己的噩梦里了。啊，可怜的皮皮！紧急召唤超级汽车，赛车旋风，出租车妮娜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，变身。今天的惊喜道具是缩小光波。空跑道开启，超级汽车出动。这里就是皮皮的梦境世界，街道看起来和现实世界的一样，只是这些食物也太大了吧。世界真奇妙，哎呦呦，食物变得大又大，哎呦呦，天空掉下汉堡包，哎呦呦，小心快快跑，我去寻找皮皮。轰隆隆，加达马里冲冲冲，轰隆隆，成功跳过大面包，绕着街道跑一跑，轰隆隆，寻找到目标。山峰，快上来！哎呦呦，长长面条绕呀绕，哎呦呦，奶油蛋糕滑溜溜，哎呦呦，苹果草莓大香蕉，哎呦呦，昆虫逃不掉。糖果小小小，找一找汉堡汉堡小小小，找一找水果水果小小小，找一找超市不曾变小。哟呵，这些巨大的食物到底是哪儿来的？让我跳到云朵上去看看吧。哇！谢谢你们。这个食物的大小刚刚好，我的美梦要开始了。超级快递。太无聊了，我们该做点什么呢？朋友们，我们去做些有意义的事吧。什么是有意义的事呢？哈哈，找到了。我们到底要干什么？看到那辆大货车了吗？它可是超级汽车哦。看到了，它正在送快递。没错，如果我们也去送快递，那我们就能成为超级汽车。行动。
谢你啊，斑斑。没什么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好了，我们快走。咦，我怎么感觉肚子里空空的？啊，我帮你看看。糟了，你的快递不见了。什么？白老虎，开心虎，大事不好了！斑斑，请你保持冷静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肚子里的快递突然全都消失了，希望大家能帮我找到他们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巨无霸货车，斑斑。超雷达警车，雷克。跳跳出租车，皮娜。超级汽车，出动。沿着街道找一找，一个两个找到了，还有很多继续找。跳啊跳啊跳一跳，森林里面找一找，一个两个都找到，还有很多继续找。超级快递员送货快又准，这不是我的。丢丢丢，开雷达，来到农场找一找，有个快递送错了，这是果园的快递。跳啊跳啊跳一跳，果园里面找一找，有个快递送错了，这是农场的快递。你们为什么要拿我的快递？我们也想像你一样帮大家送快递。好吧，不过送快递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对不起。明天正好有很多快递，我需要些帮手，你们愿意来吗？好呀。旋风的特训。的赛车冠军是卡特，他好厉害呀，竟然打败了旋风。看来我已经不是最快的赛车了，我真是太失败了。旋风，终于找到你了，快和我们去训练吧。我才不去呢，反正我也赢不了比赛。旋风，好好训练，下次一定能赢。没有下次了，我决定不当赛车了。看来输掉比赛对他的打击很大，
我们要帮他找回信心。嗯，旋风，现在有个任务需要你立刻出动。嗯，什么任务？你马上就知道了。赛车旋风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。今天的惊喜道具是神秘轮胎。时空跑道开启，超级汽车出动。这个训练场有点眼熟。嗨，你是我的教练吗？你好酷啊！快开始训练吧，我都等不及要成为一辆赛车了。你要当赛车？可是你的底盘不够硬，轮胎不耐磨，甚至连尾翼都没有。让我听听你的声音。我说的是发动机。哦。嘿。嘿。动力也不足，你这样当不了赛车。我不信，我就要当赛车。好吧，那就试试吧。耶！速度，速度，油门控制很重要。方向，方向，车轮旋转别摔跤。力量，力量，努力训练会提高。不怕苦，不怕难，勇敢面对，迎接挑战，朝着目标继续向前，通过考验到终点。小心，你没事吧？是新纪录！哦，太棒了！我的轮胎破了。没关系，我把神秘轮胎送给你。哇，好酷呀，和你的一样。是啊，我们长得也很像。等等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旋风。旋风，我居然回到了小时候。原来我从小就不怕失败和困难。希望你能成为一辆优秀的赛车。旋风，加油！这次的冠军一定是我的。冲啊！失控的赛车，热身完毕，今天的状态非常好。是吗？福特，你怎么来了？哼，当然是要挑战你了。来吧，看看谁的速度更快。切，谁怕谁。
松超过。看来我要加速了。怎么回事？福特，你的方向错了。闪开，快闪开！福特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我的身体不受控制了，旋风，快帮帮我！不好，这样太危险了，得赶快让它停下来，呼叫指挥中心。旋风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智能跑车福特失去了控制，情况紧急，我需要支援。好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过速赛车起航，超雷达警车来车，大力士吊车马力。超级汽车出动，大家分头行动，避免碰撞发生。好，滴滴五快快停下，十字路口有危险，轰隆隆速度太快，小心别撞到，哐哐哐伸出手去拦住路口，不要冲，大钩子甩一甩呀，轻轻吊起来，谁来帮帮我，怎么停也停不下，谁来帮帮我，我也好害怕，让我来帮你追呀追呀追上你，让我来帮你，不要再轻轻，前面正在施工，我们要掉进去了，我来帮忙。滴滴小汽车来了，发车大王拦住你，向后退用力用力向上拉呀拉，快坚持不住了，哐哐哐吊车来了，伸出手臂勾住你，慢慢的把你吊起，现在安全了，我得救了。谢谢你们救了我。你没事就好。嘿，福特，我们的比赛还没有分出胜负呢。来吧，比赛继续。你还是先修好自己再说吧。嘎吱嘎吱怪，最棒的探险队来了！我是队长，我是二队长，我是三队长，出发！我有点害怕。要不，我们的探险就到这里结束吧。只有我在，你们别怕。别着急，跟我说说那个怪物长什么样。那个怪物会
会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。它好像有八个，不，十个脑袋，还有五只眼睛，六条腿。天哪，森林里有个嘎吱怪，长了十个大脑袋，二十只眼睛，八十条腿。雷克警长，大家说的是真的吗？听起来好夸张呀。哦，嘎吱怪，看来我必须去调查一下。嗯，警车雷克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。今天的惊喜道具是机械剪刀手。超级汽车出动。找一找，嘎吱嘎吱找一找，十个脑袋八只脚，怪物怪物真奇妙。嘀呜嘀呜找一找，嘀呜嘀呜找一找，金鸡树枝绕呀绕，怪物怪物没找到。咔嚓咔嚓剪一剪，咔嚓咔嚓剪一剪，小心小心别摔跤，森林里面很危险。咔嚓咔嚓剪一剪，咔嚓咔嚓剪一剪，嘎吱嘎吱出现了，跟着目标向前跑。住在这里吗？嘎吱嘎吱，你们别害怕，嘎吱嘎吱，是我生锈了。嘎吱嘎吱，车轮转不动，嘎吱嘎吱，我不是怪物。原来是汽车老爷爷，让我们帮你修理一下吧。谢谢你们，呵呵，我感觉自己年轻了十岁。不客气。好了，我的调查结果是，森林里根本没有嘎吱怪。嘎吱怪又来了。看来他才是嘎吱怪。